感觉喉咙里面痛啊！我这个时候看到一个大坝啊，水呀、啊、往下冲啊，一个大坝还在啊，水在往下冲，但是这个水下去的时候，水力比较垂直啊，垂直的意思就是，往前冲的力量不大，几乎是垂直方向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个大坝还在啊，大坝还在。但是在上游那个水的压力不大了啊，不大的，那么这么看来水位不太高了，啊，水位不太高了啊，水位不太高的一个原因就是，被非典，吸走了啊，上游的，上游吸走了以后，然后后来后面水位低的情况下，在处理那个大坝的时候，把那个大坝摧毁掉的时候，才不至于发生危险啊，是这个意思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这么看来，提醒呢，提醒呢，水位低呀，啊，提醒我们水位低，那就意味着很快要动手了，啊，外星人要动手要把这个，这个大坝要把它摧毁掉啊，那个上下大坝啊，要把它摧毁掉了啊。但是这种情况不用太担心啊，我们讲过的，在这个大坝上的所有的那些建筑材料啊，都被非典吸走，最后的水也吸走，上游的水有好多非典也把它吸走，把这水位降得很低，这样的情况之下，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，才处理大坝，而不是盲目的处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